来到岛上的这段时间一直很顺利，昨天在古溪陷阱中收获几只大闸蟹。当我们正高兴地往回走时，突然发现我们的庇护所被一条凶猛的眼镜王蛇给占领了，吓得我们撒腿就跑。看来今天晚上就只能睡在这个天上庇护所了，看这个天色马上要下雨了，想想办法先把我睡着。我终于睡着了，你看这个手，把螃蟹给我。跑丢了。要不你回去找找。你都不敢去，还叫我去？快去！哼，不怕吧，大长腿，就知道吃。咦，慢慢走。啊，那不跟你去，好好好。哎，螃蟹全部跑了，只剩下一只了，我们带回去。一个螃蟹也不够吃啊。想想办法去解决一下。哼，臭爸爸，老你预言的。这种生鲜方式内言是可以食用的，收集一些带回去。收集了这么多带回去，接着一个大叶子，我们爬上去摘下来。有什么吃的啊？椰子还有生姜。那就将就一下吧，吃点松针硬扛一下吧。看看明天再升级一下，然后庇护所睡吧。